谈到外来劳工，啊，他们给予新加坡一般人民的竞争，不只是在工作上，现在呢，已经进入了跟他们同样的竞争，房地产，刚才林部长说过，人民行动党的目标是最好能达到就是稳定的上升，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因为这一两年来，因为政府太过宽松的移民政策，而且让移民到新加坡来的外来劳工有权利去买政府组，这导致这两年来政府组的价格就是上升了超过60%。好，我们请陈议员您回应一下。好，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进展呢，跟整个经济的发展是脱离不了关系。然后新加坡之所以在过去10年来能够取得非常高的这个增长呢，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协助本地工友提高他们的技术，让他们能够赚取更高的薪金之外呢，也依靠很多这些外地的这个人才跟劳工来协助我们，在那些新加坡人不愿意这个进入加入的这个行业里面呢，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所以这一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重要的是不是外地劳工有多少，而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成长呢能够取得多好的一个成绩。再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家取得好成绩的时候，取得好增长的时候，如何把这些增长呢分享给我们的工友，分享给全民。比如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呢，财政部长呢就非常慷慨地拨出一笔66亿新元的这个款项来受惠全部的新加坡人。我们为何如此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结合了本地的主力军，再加上外劳的新力军，两军齐下的话，我们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好，谢谢。不过基本上工人党并不是不欢迎新移民和外国来的劳工，不过我们认为说基本上我们应该让这些外来劳工填补新加坡人所不能填补的空缺，因为很多新加坡人认为说他们的工作都被外来劳工夺去了。而且我们也相信，虽然说我们国家要有经济的进展，可是我们接纳这新移民的速度不能超过我们基础设施所能承载的那个数目。新加坡就是这么小嘛，如果你还是不停地将那个外来的劳工移民送进来的话，我们新加坡的地铁啊，像他说的住屋啊，种种的基础设施是不能承载的。好，张先。我认为外来劳工，假如我们没有节制的输入外来劳工，其实是不可能提高生产水平的。我们刚才林部长说在提高生产水平那是一件好事，但是是比较难提高生产水平。另外一点就是无节制的输入外来劳工的话，可以压制，其实是真正的压制了我们的劳工的工资。另外一点就是生活素质方面，给我们人民，我们新加坡人民带来生活素质方面的冲击，比如说基本设施各方面一下子从300多万增加到500多万。执政党是不是有把这个现象考虑在里面？是不是能够应付这种基本设施？那么生活的高涨啊，生活水平的高涨，也是因为外来太多一下子输进了这么多的那个外来劳工。好，我们请执政党方面回应。邱先生刚才提到这个物价短期过去一两年与这个上涨过快的这个现象。其实这点我们人民行动党也是非常关注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已经一个新的措施来降温的措施，而且这个降温的措施表面上已经有那个一个效果了。那么从整体来说，就是在房地产这方面，就是短期有波动是避免不了的，不过长期的稳定增长是一定要抓得紧的。好，我们再请。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在我们政府在我们输入外来劳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严加遵守啊？是不是能够严加遵守我们新加坡其他的企业界没有办法征聘到这种人才的时候才输入外来劳工？另外一点就是为什么澳洲，以澳洲作为一个例子的话，
澳洲每输入一位外来劳工都要得到批准，哦，就是证明他们没有办法请到这种外来劳工，而且每输入的外来劳工都是合格的，可以变成他们的新公民，哦，这种条件。既然就是林部长已经在这，我不如就是问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在走动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居民开始问我们了，那就是说，哎，你们推荐的这个最低收入的这个政策，哎，你们为什么不要推荐给政府啊？为什么我们的职总啊，偏偏就拒绝了这个建议？既然你在一场，我不如就是直接问你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可以请部长呢正式回应了哈。首先我提到这个最低的新工资制度，我们职工总会不支持这个最低的这个工资制度，因为如果把这个最低的资金定得太低的话，低薪工友还是面对很多问题。如果定得太高的话，很多低薪工友会失去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做法不是争取低薪的那个制度，而是以争取这个最低的那个技能水平的制度。那么通过这个培训不断的提升，那么同一个时候政府也通过这个就业收入援助计划，很快速的帮这个低薪工友得到有更高的收入。那么整体来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政府跟我们的职工总会，我们的意志是，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全民就业、安居乐业是最主要的那个重点。那么要抓紧这重点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把这个失业率不断的压低，同一个时候要把这个就业率不断的提高，使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新加坡人能够有工作的机会。那么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想想，提到这个外劳，就是我们能够不准许外劳进来新加坡，可是我们能够不准许这个厂商啊把他的工厂工作岗位流出到外国吗？不可能的。那么换句话说，谈到这个外来的工友，不是说有就不好，没有就好，最关键的问题是多和少。我们并不是没有节约的让这个 无数的外劳工友到新加坡来，相反的，我们走的方向就是尽量的提高我们的本地工友的技能水平、生产效率，同一个时候不断的提高外来工友的那个技能水平，使到我们整个工作队伍能够在全球上有更有那个竞争力。好，时间到啊，谢谢部长。我们呢现在休息一会儿，在下一个回合里呢，各政党的代表将对今晚所讨论的议题做一个总结，稍后呢我们再回来。欢迎再回到政治论坛的讨论现场。针对新加坡近期和长期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听过呢在座四个政党代表的论述。接着下来呢，我要请各政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好让选民理解你们的做法。那么在座每一位呢都有两分钟的总结时间。我先请人民行动党议员陈振权先生。好，谢谢耶里，也谢谢大家。凡事呢，我们都可以从宏观跟微观的角度去看，然后从这两个角度去看，我们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就好像人的手掌一样，有五根手指。有人可以，我们如果分开来看的话呢，我们或许可以批评说，拇指为什么这么粗大，这个无名指为什么那么细小，中指那么瘦长。不过如果把整个五根手指呢结合起来整合的话，发挥一体化的作用的话呢，它就能够让我们拿得起放得下，能够收放自如。政府的政策、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的。分开来看的话，我们总会觉得为什么有粗细长短之分，把当这个政策全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发挥了整体的一个功能。过去30年来，我们新加坡能够从第三世界呢跃升到第一世界，靠的就是因为整个政策的这个整体发挥一体功能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要珍惜的，也必须要了解的一个这个情况。那这次的大选呢，所选取出的重要的意义呢，不仅仅是大于说人们选出他们自己心目中的这个代议士，更重要的是呢，这一次的大选呢
事关我们第四代领导人的一个大选，所以呢，这次的大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选，这个投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个责任就掌握在每一个选民之中。所以我非常深信说，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选民呢，能够非常理智的去看待这一个大选，然后决定说哪一个政党呢能够为新加坡未来的五十年的繁荣这个进步呢能够做出最有效的供应那个贡献，然后呢让他们手中的这一张神圣的一票呢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下一代做出最明智的一个决定。好啊，谢谢陈先生。那么下来呢是国民团结党总结陈词，张培元先生请。我们国民团结党的竞选标语是您的心声您的选择，所以我这里有三个心声想呈现给我们执政党。第一个心声就是年长者的心声哦，他们希望在他们过去牺牲了一代的时间哦，种下了非常多的树木，使到我们现在能够有好的果实哦可以享受。那么希望他们是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们合理的照顾哦。另外一个心声就是他们希望医院的那个病床能够增加，因为据我所知1999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病房我们的病床哦只有11000多个病床都没有增加过哦，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第二个心声就是我们就业者的心声，所有的企业都应该考虑聘用本地公民哦，还有就是工资跟利润应该挂钩哦，不应该一味的压低他们的工资哦。第三个心愿就是我党想呈现给执政党的一个心愿，我希望这次人民行动党在这一届的竞选之中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哦，因为据我所知2001年开出的期票还没有呈现，那时候我们的总理或者是我们的执政说10年后我们可以享有瑞士的生活水准，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哦，所以这次他又开出了一个支票，就是10年内我们要提高我们实际的人民的实际收入30%哦，我希望这次能够兑现，这就是我要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心声。好，时间到，那么谢谢张先生。再来呢是革新党代表卓金年先生总结。